宜稍获。稍获，稍获，稍获。稍获搜查线。我是玉山，我是张杰，欢迎收看《稍获搜查线》。热死了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哎，张杰，你看我们刚刚这有没有很美？哎，这张不错哎，不错啊！哎，刚刚我们去那个观众朋友不知道，我们刚刚去阳明山的绣球花田里面拍照。然后呢，我们下山了。然后我们下山了，在芝山站这里。对，因为我本人以前住天母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带玉山来吃我的秘密料理。秘密料理是什么？私房基地是什么？什么料理啊？南法的 brunch 早午餐，所以现在四点的时间很适合。因为现在太热了，你要我现在吃汤汤水水，我太热吃不下。填饱胃，填饱肚子一点点。赶快啦，好了，进来吧。好凉，干燥花也太多了吧？很多的干燥花很美，很好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适合妹妹们。适合妹妹，刚刚我们看真花，我们现在看假花。真的干？怎样？你在干什么？这想说要不要来拍张照啊？开玩笑的啦。等一下再拍吗？等一下拍，等一下拍。OK。好了，我们先去点餐好不好？我快饿死。对，我今天报纸比较高，走一个小精灵的路线，因为想说今天要来拍这个干燥化的地方，觉得自己很像小精灵。好了，赶快点要吃什么吧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我发现粉丝其实蛮多的耶。老板娘，很多你的粉丝。谢谢。那我们要点，我要一个野菇菠菜班尼迪克蛋。好。那我要菌菇饭，菌菇炖饭。意式菌菇炖饭，然后饮料我要烤黑糖奶茶冰的，好，我要综合莓果昔，好，然后甜点我要蓝莓塔，然后我要柠檬塔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我现在帮你，好，谢谢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跟那个干燥花拍照，就是好，完美一下，完美一下，完美再拍，直接出主题，然后直接拍，好，三二一，冬季恋歌，换你出一个。啊！三二一，夏天的风。算了，好，我还是觉得这些就是弟弟妹妹们啊，还是你们自己来拍一下。我们都已经哥哥姐姐了。照片，老板有点害羞，不然我们请老板跟我们聊一下好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是神速啊？哎呀。炖饭来了，谢谢。啊，好多菇。哎，板娘要不要坐着跟我们聊一下天？好。板娘竟然有。我觉得观众太失控了，观众太失控了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间店的特色在哪边？我们店的特色其实就是我们的食材其实都是由这附近的小农，我们是找小农配合啦。那尤其是在蔬菜方面，因为其实台湾很多进口的生菜在季节方面很容易会缺货，一是缺货，二是其实台湾是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生菜一样同种的东西种在台湾，那尤其是种在阳明山上，它水质好，那其实种出来生菜的口感是很不一样，很特别，很甜的，特别清甜。那像我们的生菜绝大部分都是跟阳明山上的小农配合，他其实我们是找一个阿伯帮我们种的。那从前他可能就是种比较低经济价值的蔬菜，那我们找上他的时候，请他帮我们种这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生菜的时候，他还是觉得蛮有兴趣想挑战，因为毕竟种法还是不一样，但是他种的还蛮好，所以我们就一直配合到现在，到现在已经第三年了，还不错。那会不会有一些天灾的时候，你们也会跟小农一样都很紧张蔬菜的存量？超级，尤其像前天下大雨，然后阿伯就凌晨就赶快去采收，对，因为怕蔬菜都被雨打烂掉这样子。那这种比较新鲜的蔬菜在保持上会比较不易吗？还是非常，因为像它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放在冷藏里面，像我们都是洗过很多次以后，还要冰镇过泡水，然后起来之后是一层一层，我们是一层生菜，还要一层纸巾，让它有保湿，但是又不能太干燥，那这样子保存就跟饭店的规格是一样的，才有办法让它保持得好。所以菜都是当天现采吗？不至于到当天的，但是是蛮新鲜的，很新鲜，就是可能一两天，可是保存上就要花很大的功夫。没错。OK，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？那你们就是慢用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所以听到这样，因为它价位大概是200出头，差不多200，对，大概200出头，所以。跟外面早午餐店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但是低一点点。对，听到这种功，就是保存蔬菜的功，我觉得，就早午餐蔬菜真的是蛮重要。对，因为通常很多外面店的蔬菜，蛮多都
对，蛮多都是批来的啊，或是卖场买的啊，所以蔬菜有吓到我。好，要不要看一下外观？看一下外观。先看你的。我的是意式菌菇饭，看它颜色，它不是白酱，也不是青酱，然后它是用牛肝菌自己做的，牛肝菌去打做出来的酱。它的菇很多，大概跟饭一样多。我等一下吃完就会变阿牙牙了。我也要吃你的。好，那我看这个，这个是班尼迪克，班尼迪克蛋。哦，原来班尼迪克有鲑鱼哦。所以我刚刚一找到蛋在哪都不行，蛋在这。所以下面是鲑鱼，上面是 queen 跟。是荷兰酱。荷兰酱。黄色这个是荷兰酱。对，其他是蛋酱。蛋酱。哦。会是生的吗？是生蛋，熟的就凝固啦。你看你有没有尝试啊？熟的蛋就是炒，一看就凝固啦。观众朋友，请原谅我们的女主持人。所以这也是生蛋。然后还有炸的马铃薯，炸马铃薯，炸马铃薯，很香。白色的是手打的鲜奶油吗？还是上面那个吗？对，那就是荷兰酱。哪里有手打的鲜奶油？这不是蛋酱吗？白色是蛋啊，白色是蛋啊！观众朋友，原谅一下这位男主持。我觉得我刚刚就已经找到那个蛋在这里了。他的蛋真的很像 cream 哎，我只能说，不是刚刚一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蛋在哪里。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蛋在，我一找在下面吗？还是在哪边？但完全看不到。烧货目击中，你自认为是烧货吗？所有你认为最酷炫、最好玩、最好吃，通通告诉我们，快写信给我们吧。